不是哥，这真不是我对象。咋不是你对象呢？你瞅我长多好看呢，白白净净的。瞅这不是，哎，别说了，上来，嘘嘘，你干啥呀？我咋了？你坐这儿干啥呀？上后边去。我为啥要上后边啊？这是你坐的吗？这不只有我女朋友能坐这儿吗？你咋那么多事儿呢？不是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看啥呀？干啥呀你呀？春天来了，我的魅力要开始释放了。不是，那天刚倒乎点，你不能这么整。你这干啥干啥干啥呢？搁这儿纯酒。哎哎，不是，你这人你怎么在兜里掏东西呢？平时也这么掏啊。啊，不是，平不是，那行，走走走。你眼睛咋了？没有，刚才怎么进东西了好像。哎哎，别老动手动脚的，离远点儿，保持点距离。矫情。哎哎哎，看着点儿啊，哥！还说不是你对象呢，就是你对象，你净骗我。